儿子，妈和媳妇谁更重要？我妈妈以前都没戴过头纱，戴一下怎么了？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，你要包容她。我妈说该看镜头了。我妈说她更喜欢白玫瑰。一下子没做好表情管理，这样的高度更合适，一次牵着手臂更好看哦。腿站笔直了，这场婚礼真是榨干了我的血汗，偷走了亲家的心肝。妈这么辛苦把你养大，你可不能有了媳妇忘了娘。这才是我媳妇。我平时都是我妈帮我穿鞋的，第一次自己穿不太会。一场神秘的复仇正在悄然发生。这是这位女士和她姐姐的合影，这辆车是不是撞到过什么动物？这怎么有个血手印？附近有狼出没，又一名无辜女子即将遇害，她的手被绑住了，女子无法呼救，她现在很危险，司机正在被悬赏通缉，姐姐很久前就失踪了，有人曾在车里遇害，司机带着邪恶的笑容，他现在能打电话求助了，复仇正式开始了。他看上去不像是正常的人，这个奇怪的六芒星是什么？他用鲜血召唤恶灵。司机好像不能呼吸了，怎么有把刀悬浮在空中？手机上出现了奇怪的符号。原来是姐姐的恶灵勒住了司机的脖子，死去的姐姐作为恶灵来复仇了。Thank you.